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馆。我们看这一张胸部 X 光啊，那请您看一下，这个显然是不太对的一个心肺的一个功能啊。譬如说心脏，这已经变大了，正常的时候心脏应该占的这个比例啊，不会超过二分之一啊，这个显然已经超过了这个横径的二分之一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肺部这个空间啊变得比较小，那同时肺部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啊，跟正常的我们看到比较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是不太相同，这表示这个病人他会有一些喘的一个状况啊，心肺衰竭的一个状况，这个肺部也有一些积水的状况，这当然心脏的一个问题，心脏衰竭的这个可能性很大的。好，请问您这个病人，您觉得他还没到医院，这个已经到医院，因为我们知道这上面已经有插管子，大家可以看到白色的这样的一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可以看得到这个其实是一个管子，所以表示送到急诊来的时候，这个病人会呈现喘很不舒服这个状况的时候，为了让他呼吸能够通畅，然后这个空气氧气能进去的更多一点，所以必须要靠呼吸器跟这个气管插管，所以这个是已经到医院来做的这个事情。还没到医院来的时候，您猜猜看他的姿势是什么？躺着吗？无力啊，这个非常这个衰竭的一个状况啊，包括体力衰竭、心脏衰竭啊，所以应该就是平躺的这个状况。答案当然不对，是错的，他一定是这个半坐卧式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平躺。这种病人你要叫他平躺非常困难，所以他一定是会采用这样子这个后面床啊，这个垫着很多个枕头啊，让他维持着这个坐，因为真正坐在椅子也不舒服，躺在床上但是又不能平躺的状况，采用这种半坐卧式的这个方式他不是心脏衰竭，这是19世纪的一位美女啊，雷米耶夫人啊，她的一个画作。那所以当时的贵妇们就很喜欢这种有一点点病恹恹，有一点点病态美，可能是吧这个让别人心脏衰竭的美啊，这个呈现的一个方式啊，所以用这种半坐卧的方式啊来呈现。好，为什么这个他要半坐卧而不是说整个平躺下来？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肺部啊，它的一个氧气交换呢事实上需要我们，如果能够站着，我们如果能够走动的时候，这个功能会比较好的，躺着它会比较差了一些，所以它肺部有功能异常的心脏有功能异常的时候，再加上有积水的时候，这里面的空间里面有水的时候，那当然你如果把它局限在底下的地方的时候，那上面的地方至少没有淹水啊，它可能这个心脏的发挥的功能会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状况，所以会采用这种半坐卧的坐姿啊。好，我们回到刚刚的雷米耶夫人啊，这是在巴黎罗浮宫里面可以看得到这个比例啊，这是非常大的一幅画。那么为什么这幅画非常好像很朴素的那种感觉，这个人物主体啊只有这个躺椅啊，旁边有一个这个好像吊灯或者是火可以点燃这个火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已啊，那怎么这么朴素啊？其实这是未完成的，未完成，这个画家就在他旁边，这个画家的自画像大卫啊，他帮他画，那这个要求很多，所以这个画家对这位贵妇啊显然不怎么欣赏啊，就那么拖延半天了，结果后来他觉得不太满意啊，但是其实这种朴素美啊也让人家觉得也许有他我们可以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因为相对于其他的贵妇啊，大家可以看得到似乎啊看起来就哇复杂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让人家觉得你不知道聚焦在哪里啊，不过还不错，我们觉得应该聚焦在这里看书啊，但是他显然若有所思啊，手中拿着可能看一看以后去想一下书中所描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倒也是不错，不过衣服啊似乎显然太华丽，不过共通的姿势啊一样，半坐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位是18世纪的法国的一位贵妇人呢，叫蓬比杜夫人啊，也是非常社交圈的这个名流啊，所以造成风尚啊，她的一个穿着打扮呢、造成风尚，这是在她大概二十几岁29岁左右的一个这个年轻的身影啊，可以看得到啊，这个看着书斜倚着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个背景很复杂，所以跟刚刚那位大卫画的这个雷米耶夫人的这个背景有非常大不同的一个差异啊，这是29岁，我们把时光啊再一下子推13年，
13年的一个状况。13年，您看42岁的一个女生，您觉得应该长什么样子？42岁她变这样子，哇，这个好像老很多，真的老很多那种感觉。她42岁就去世。所以这个在古代啊，不要去羡慕那些皇宫贵族啊，不见得身体状况很好，她死于肺结核。肺结核，所以我们现在台湾虽然肺结核少，其实全世界现在肺结核我们还是需要去注意的啊、这个状况啊，它还是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即使是健康的人啊，肺部啊，这样的检查还是有必要。他就是肺结核，在42岁的时候去世。那这位画家在画他的时候，其实啊，这幅画要完成的时候啊，他已经死掉了。什么意思啊？怎么可能他已经死掉，怎么可能把这幅画完成？原来在他生前他就先画了这个脸的这一部分啊，然后在死后他再把他其他的部分再给他加进去，而变成了这幅画出来。所以有时候画作是要分阶段的，阶段来完成啊。但是重点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先画，你如果先画周围，这个死掉了，那你就很难完成这一幅画。所以这个画家有他背后啊，我们了解到有时候去掌握的这个重点的、这个疾病里面啊，过去跟现在有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去了解，这样才能够知道现在这个疾病会不会往未来不好的路去走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5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过去是什么？就是膝肝这个病史啊，已经有大概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定期的一个追踪啊，后来超音波上发现怪怪，也就是肝脏这样的一个位置里面发现有点问题的时候，赶快再给她做这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那这是给她打上显影剂以后，可以看到肝脏在这个地方啊有一颗肿瘤，大概2公分左右。同时她是抽血检查起来啊，有胎儿蛋白指数增高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一个肝癌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肝脏的这个左叶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到肿瘤所在的一个位置啊是在这里啊。那么本身肝脏也因为这个长期的吸肝的关系啊，有一点点肝硬化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肝硬化并不代表就不能治疗，所以它还是持续的在追踪，肠胃科的追踪。所以这个过去有了一个好的一个追踪啊，对于现在跟未来影响很大。为什么？他就在这个追踪过程中看到肝脏的一个指数有没有变化，哎，肝脏指数变化不大，所以肝指数本身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依靠，他还是抽胎儿蛋白，还是要超音波的一个检查。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哎，给他做血管摄影的时候，也可以发现这个打这个显影剂啊，从这个小小的管子啊，从腹部这个这个储息部这个地方到腹部这个地方来，到往肝脏的这样的一个血管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像啊，就好像看起来就是知道这是不正常的，其他跟其他地方做一个对比，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影像。那所以这个肝癌的诊断是确定啊。那到底因为它只有一颗，而且局部那个位置啊，手术的一个切除啊比较容易的状况之下，一般外科的医师给他做这样腹腔镜的手术切除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不是把肚子打开啊，而是透过腹腔镜的一个方式啊，可以，这是肝脏，你看可以看到肝硬化的肝啊本身有点不太相同，然后透过这样子啊，它可以把局部的这个血管肝脏的东西啊把它气化掉，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再把这一部分有问题的肝脏啊，左叶的肝脏把它分开，然后到有血管的地方的时候再把它夹住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是有血管给它气化掉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开完刀以后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肚子啊没有一个很大的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伤口，所以这个复原是非常快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疾病的过去跟现在我们可以影响它未来，更重要的是把这样的一个治疗让未来的病人不至于受多更多的一个苦啊。感谢收看，再会。